啊？呢排有冇執到啲舊嘅相啊？我哋就當日等咗耐啦。呢兩個箍拉圈咯，你哋要唔要？要啊！啲要唔要啊？我可唔可以要呢個啊？得，就係我哋唔要啊嘛。好啊，多謝你。一、二、三，有冇要我行下望下？好，真係有喎、啊。因為東頭村就咁啱查，咁啊過嚟睇下啫。咁啱就見到佢哋喺度清緊啲垃圾，咁咪睇下有舊傢俬，咁咪抄一抄咯。咁其實有幾哪吒咧？人哋日日都做緊，其實有咩咁哪吒咧？我唔覺得有咩問題。真係揾到喎！真係俾你哋揾到寶係咪？係喎，揾到張舊相底啦，啲咁細張嘅證件相啦，有張廣州烈士陵園嘅個人相，啊，仲有個藤籃藤圈。先失手讀 shot two take one， action。我可以叫做拍呢條電影嘅攝影師，我哋就自己製作嘅啫，就冇啲咩理念啊，或者冇一啲財政嘅支援啊，咁就。自己想拍，所以我哋就拍一條電影。呢啲咧叫未雨綢繆。我開始儲相嘅時候，其實就係大學 Year One 嘅時候嘅。咁最初咧，就只不過係喺屋企附近執到一啲相，一啲舊相。我咧就只係執咗張黑白相就翻屋企嘅啫。我記得係家庭相咯，因為嗰時啱啱開始中意影相啦，又咁啱學緊黑白沖曬，呢張相幾靚，我咪執翻屋企咯。人像、全家福、結婚相。只要是舊相片 ，Adrian 都不會放過，尤其是是影樓相。除此之外，他還收藏了各類跟香港攝影有關的東西，一些團體相的，我會即有個袋分了就大合照啊。譬如呢啲係一啲相沖曬店的相袋啦。咁因為點解會留他哋，都是因為他哋有些不同的廣告就反映緊港視個攝影的文化啦。呢張就是一張。幾靚嘅一張婚宴嘅團體相嚟嘅，你見到佢嗰個表面咧，其實有少少銀色嘅反光咧，其實都係嗰個年代嘅用一啲所謂嗰啲銀鹽嘅方法去沖曬嘅一啲效果嚟嘅咯。呢個就係一間以前好舊嘅中環嘅即係中區啦，叫做嘅一間影樓，咁就叫中華自然照相館嘅，咁佢就應該係。是算是在我的這裡呢來說是算是一樣最舊的一間影樓的物件的，這個應該是戰前的，就是它有一張立光紙去保護那張相的本身，看到它是放了一張方形的相在裡面的，但是它的本身的相套就只是留下一個橢圓形，一個當時的一個全家福，小朋友都是穿著好像唐裝的衣服，但是它的背景呢就其實都是一個幾西化的背景的，當時的影樓其實不會有現在的閃燈、啊、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依靠這個自然光 去取光的。19世紀中期已經有外國人在香港開設照相館，主要是服務外國人，而由華人主理的影樓就出現在19世紀中後期，发展至20世纪60年代，香港影楼踏入黄金20年，差不多每一区都有影楼。听一些师傅说，六七十年代人们怎么会上影楼去影合照呢？他们申请公屋好像都要影一张家庭照，即好像去申报户籍那样。还有譬如七八十年代早過有啲人落嚟啦，其實好多人嚟到香港咧，佢哋第一件事就即係佢哋團聚咗之後咧，佢哋就會影一張相嘅。那個相號嘅年份咧，就應該係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嘅嘢多啲嘅。一個攝影師佢嘅相咧，就同我哋而家叫龍友嘅一啲作品啦，就好似嘅，多數係都係一啲女性嘅一啲人像啦。當時的人的攝影的譬如一些新的 pose 啊，其實跟現在的其實你覺得距離都不是真的很遠的。這個就是一張挺漂亮的婚紗照，60年代
所有嘅相啦。婚紗相喺以前唔係個個都可以影得到嘅相嚟嘅。咁呢套咧就有一張玻璃底片，影住一個騎馬嘅人嘅一張相啦。咁去到差唔多三四十年代嗰時嘅物料就比較短缺啦。咁其實用玻璃底片咧就容易過去賣到真係菲林。我覺得就咁齋收藏咧，對於個人嚟講係冇一個話哇好特別或者好開心嘅喜悦嘅，但反而係攞起一樣嘢，你慢慢去了解佢嘅本質，了解佢當時嘅人嘅諗法，我覺得嗰樣嘢係相對係個樂趣嘅來源咯。咁樣咧，呢部咧就係我阿爺嘅相機嚟嘅，聽我爸爸講咧，就係我爺買相機翻嚟咧，每一年咧只會用一次嘅啫，就係農曆新年咧，咁佢哋一家人聚埋一齊之後咧，佢哋就會行出去中環嘅大會堂，咁咧就去影一啲家庭相嘅。你話儲相同埋相機有冇關係嘅話，我覺得係有嘅。譬如我執到嘅一啲相，其實都係一啲人過去一啲生活嘅一啲片段啦。他們代表的不是說單純是一個他們那時的面貌或者是那時的文化，但其實他們代表的是他們那些人的本身。我執到他們，我會不會可以再給多一個意義他們呢？八十歲的陳老闆在香港仔經營影樓接近五十年，影樓經他細心打理，三十年前的裝修仍然保存得好好。陳老闆可以說是香港影樓歷史的活字典，所以 Adrian 不時都會帶自己的珍藏去請教陳老闆的。我呢就找到一些以前影樓的那些相簿，這些很舊了，即是再早過你們開張了，這些很早了，這些六四年開張，拍張照片都是個零錢一打，很便宜。看戲四毫子張飛，讀書的時候就借了相機來拍照，去旅行，最多人去沙田旅行，本來學生拍拍了就是曬了相出來，收回那些錢幫補，也儲了很多這舊卡紙的相片。這些就鏡頭靚的相片都來這樣。怎樣可以說得出它是鏡頭靚呢？佢大鏡頭嘛，嗰啲玻璃啊，幾塊嘅層次靚啲啊。但係你睇相就睇得出啦。喺度，你普通機細嘅鏡頭影唔到啲相啦。係啊。我哋啲鏡頭都唔係靚噶，如果用翻以前嗰啲德國鏡咧，靚啦。你仲有冇保存部機喺度啊？有幾架，而家得呢架。可唔可以？呢架可以咁樣睇睇下。咁啊，揭開嚟睇下先啦。咁開。看磨砂的，即是代替了木頭機的了，即是龜別插下去，插下去之後呢，就那龜背就不走光，有片在這裡拧了個片拧出來，拧出來就開始拍了，拍家庭相就多數這樣拍了。以前的狗頸是這樣的，有些這樣的田灣那裡，田灣那邊的精彩。那陣時啲舊式影相嗰啲就用咁嘅影法咯，冇乜景嗰陣時初初啲搬幾個鋪啦，啲先裝新景啫嘛。嗱呢邊以前嗰間鋪頭嘅有樓梯嘅，好多人中意喺樓梯影相噶嘛。即係以前新年前後都應該好旺噶啦，影呢啲家庭。係啊，排隊影相咯，咁多小朋友，嗰啲水邊人啊，廿幾人啊有。佢通常水邊人咧就好少行嘅，坐得多嘅。如果企喺度睇你就知道嘅。佢嗰有大坐得多啊，但係個腳咧行咧就啞啞嘅，佢唔會點行到啊嘛。同埋佢面色好黑嘅，因為曬得多。唔同嗰啲嘅。以前啊，幾年前啊，街坊咧嗰啲人咧就蝦佢啲小面人嘅，佢個名叫阿契，即係好似好大帽嗰阿契，即係冇咩裝扮啊，求其咁樣啊，打只腳上街嗰陣時著銅衫嘅，冇讀書唔識字嘅，俾人呃稱啊，佢好多嘅。以前啊，但今日嘅水面人咧，過水就係我好叻噶。呢啲舊式影樓，而家喺香港剩低唔夠十間。
陈老板继续经营是因为不舍得同顾客建立咗嘅关系。咁家好多人都中意同我影相噶，影完嗰啲毕业相咧，嗰张就有嗰张啫嘛。佢阿妈带佢嚟影嘅，攞相嗰日，哎妈冇住嘢，你揸机听我同师傅影相，叫我妈揸机影嘅。结婚相系影完之后咧就，哎老公唔好走住啊，佢老婆啊揽住我膊头影都有，以前唔得噶嘛，搵个老婆揽住你影得了咩吓？我家又唔系等住啲钱开饭，唔系咩嘢，做得时得时咯。真正搞唔掂啦，咁咪走噶啦。Kerry 都帮我噏咗少少啦，我姓任嘅。咁我今日大概个行程系行边度咧？就 Adrian 参加咗一个港岛古迹游，导赏员 Ricky 带团员由跑马地行到湾仔。一边睇古迹，一边睇佢珍藏嘅地图同埋相片。基本上有两张地图嘅，呢张比较旧啲嘅，大概1940几年嘅地图嚟嘅。咁我哋开始行咗先，好嘛？呢个波斯坟场咧，就都即系你见到几耐历史噶啦。波斯人，即系而家有咩人啊？伊朗是啦，伊朗人啊，咁你想想150几年已经有啲伊朗人嚟到呢度喎，咁我自己做咗幅相，即係里面向返马路影出嚟㗎呢幅相，你会睇到嘩真係好唔同，你见到后面嘩即係比华利山、理论山，想当年就乜都冇嘅。自己鍾意带呢啲咁嘅团分享自己一个经验，咁但係最紧要喺个过程里面我亦都可以學習。啊！有啲嘢我唔係識嘅喎，啱啱頭先有位先生都教導翻我。啊，原來我哋頭先去墳場就見到個十字架，十字架裏面有條橫鐵打橫斜嘅，咁係咩意思呢？咁我唔知㗎，我唔識㗎。咁原來係東正教一個符號嚟嘅。遠處有條橋就叫做鵝頸橋，咁啊一路都即係你行翻出去咧，你就會見到而家好多啲長者咧，啲老人家度打小人啊。其實鵝頸橋街市咧，就是我由細到大咧，我婆婆帶我去買餸嘅時候咧，就日日都會去嘅地方嚟嘅，即、就、係、是、都係有啲感情嘅。我覺得我會清楚翻我平時生活嘅地區同埋我以前一路住嘅呢頭，究竟背後有啲咩歷史同埋有啲咩意義咯。旅程之中 ，Ricky 同大家分享一张珍贵嘅历史相片。张相系喺1903年印制嘅，而且仲系一张立体相。凭住比对唔同嘅历史相片 ，Ricky 发现相片嘅标题原来写错咗。呢幅相佢写住系咩咩差馆 police station 嘅，咁啊幅相整错嘅，唔系差馆嚟嘅。呢幅相其實嗰個入口咧，正正頭先我哋喺律敦治嗰條路嘅門口入去嗰個位嚟嘅。嗰個人寫呢段文字，可能未嚟過香港嘅，有乜咪寫乜咯，係咪先啦？都冇人知嘅，係咪先？咁只不過100几年後就俾我哋呢啲咁嘅人咧，就查喎佢原來寫錯嘢嘅。帶呢啲導賞團咧，我哋見到留低到嘅物件有，但係唔多嘅。但係透過一啲新舊對比，一啲舊相，大家掌握更加多啲啦，清晰多啲啦，咁同埋個感受係好強烈嘅。今日係 Adrian 嘅大日子，因為佢將會增添3件重量級嘅收藏品，包括2部60年代由香港製造嘅木頭相機，同一支影樓用嘅烏絲燈。第一次上嚟應該是年幾前啦，咁佢呢度部機都擺喺度咧，佢就好耐都冇用噶啦。咁我自己又想儲翻起呢啲舊式嘅影樓相機，咁我就俾一個我俾得起嘅價錢咧，就去收咗佢呢2部嘅舊相機咯。走上呢條通上閣樓嘅樓梯，就好似穿過時光隧道，古典背景嘅油畫布。尘封的壁灯，客人用过的梳妆台，还有褪色的晚礼服，
影楼里面的一切快将成为过去。当我搬走了这两部影楼机和它之旧的灯的时候，这间影楼的整个格局就已经不完整了。那我就想在我破坏这里的环境之前呢，就去留下个记录。首先我想最起码就要清洁了它先啦，那我再研究一下它究竟它的构造啊，如果可以将它变回做用得的相机的话，那我会试一下的。它都仲有它的价值在这里，即是当时的人的影相方法我都很想留得回。Adrian 希望同更多人交流收藏相片嘅心得，所以佢带埋自己嘅收藏品同埋一大堆嘅问题去到 Ricky 屋企。欢迎你啊！哇，拎好多嘢嚟喎，你都储咗几耐到啊？储咗都三四年啦。三四年到，我自己储咗廿年噶啦，廿几年都有啊。咁一日拎出嚟睇下呢啲珍藏。呢个系呢度附近嘅。好嘢喎！聖馬加利女教堂結婚相嚟，幾特別，但我都好想知道究竟係佢係咩年代嘅。其實我哋睇影樓裏邊嗰個電話號碼五個 number 啦，咁你可以睇到大概係五十年代啊、六十年代，咁個電話號碼都係大概五個字嘅。哇！係咯，真係到。卅年代。髮型啦，著嘅衫啦，背景啦，個角度啦。咁同而家係有少少唔同嘅。喂啊 ，Adrian， 你儲咗咁多相，想揾啲咩嘢，或者係想睇啲咩嘢咧？即係我覺得我好似著手去保存緊一啲嘢咁咯。即係起碼我對於可以滿足到自己嗰個求知欲先咯。即係譬如哇，究竟以前即係所謂嘅以前啦，究竟係點嘅咧？我自己本身又中意香港一啲歷史啦，咁好多時就透過啲相就可以睇到好多書本上裏邊睇唔到嘅嘢。呢啲係我好早期一啲都係影樓相。咁你見到除咗人像相之外咧，風景相係好少。你會睇到係一定係1870幾、1880幾年嘅香港一啲街景，中環嘅近海邊嘅風景嚟嘅，背後好靚嘅。你見到係啲影樓嘅相，係啦，好出名，早期嘅畫風啦。他們當時的影樓和現在又好像即他們的功能性應該有點不同，即他們會出去拍一些這樣的風景相，其實都是給人去留念。其實是很多外國人來香港做事啦、旅遊啦、探親啦，那跟著之後隨著他 回去自己祖家，他怎樣可以令到他的家人看到香港什麼環境呢、什麼情況呢，就帶這些相仔啦。那也都有些是軍艦啦。但這些相是怎樣去知道它的年代？這些連電話都沒有，應該是得90幾、191幾。你看到下環，香港下環，下環即是現在的灣仔啦。我介紹一本好東西給你看啊 ，Adrian。這本相簿我都很少拿出來，因為都挺珍貴。1908年至1912年，那是一個外籍人士在香港工作嘅時間，佢嘅留念啦，即工程師嚟嘅，係啦 ，engineer 嚟嘅。咁你見到華人都有嘅喎，咁當然華人嗰啲係企喺側邊啦。咁啊，馬場其實係外籍人士一個活動嘅地方嚟嘅。你見到當時嘅華人仍然都係側邊嘅喎，梗係開心啦，梗係開心啦，真係我覺得見一次真係唔係好夠，我覺得。他的收藏是講緊整個即香港的由啱啱開始變成一個殖民地，去到一次大戰、二次大戰，即係佢係有曬成個歷史的即係啲好寶貴的片段啊！我望住鏡頭，準備一、二、三。盛行於八九十年代的沖曬店，因為數碼攝影的普及，已經越嚟越難做。而傳統影樓而家就更難有生存空間。我慢慢就知道，唔係我去影多兩次證件相，佢就唔會消失啦。對於普遍嘅香港人嚟講，佢哋嗰個功能喺呢個社會上面已經失去咗嗰個存在價值啦。我哋夾硬去留一間
啲人都唔會去嘅影留喺度係冇意義噶嘛。我哋係調翻轉頭，即使佢消失都好，我哋係咪應該更加去重視佢咧？或者係我可以做嘅就係即係將佢嘅一部分嘅嘢去留低咯。都冇想過一省完是咁嘅顏色嘅，因為最初翻嚟咧，其實兩部機都是類似呢只咁深色嘅木色嘅，咁同埋有好多呢啲咁嘅油漬包住咗咧，即係覺得誒、哎、會唔會係已經生咗鏽啊？嗰部機咧就我哋用咗兩個禮拜嘅時間啦，逐件逐件咁慢慢捽啊，下一步應該會攞嗰啲鏡頭去揾啲師傅去清潔咗啲毛啦咁。起碼就等部機變翻係一個 working condition 咯。